我想说，如果不摸乳头就会变这样。所以我就是导演，那我就做咯。所以我就很顺的这样连乳头一起这样摸下来，感觉很好。有触动人心，我心死很久了。真的假的吗？就是不惜让我心活起来。我姐，我那天去她家吃饭，她只讲了一句话，因为他们都没有看，还没看嘛。她只说：“徐熙娣，如果你这一次得了金钟最佳女主角，就去死。”旁白哥抱抱小 S 为床戏分居昂任心已死，遭大 S 很呛，你拿奖我就去死。此时此刻华丽阵容一字排开，动摇台湾演艺圈了啦，简直。小孩子说毕业有点太过时，脸颊爱心他也不太知道。发布会超荒谬的，小 S 偷走整场秀，明明朱轩阳、王静牺牲色相，鬼脸抽墙，小 S 一个意下如何就彻底抢镜了。明明林熙蕾、林熙如吻的漂亮，小 S 开个 M 字腿下蹲就抢光版面了。十组人马的恋爱影集自然也就聚焦在三宝妈好久没有演戏的她身上了。她的皮肤的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滑嫩，我想说如果不摸乳头就会变这样。所以我就是导演，那我就做咯。所以我就很顺的这样连乳头一起这样摸下来，感觉很好。两场激情戏小 S 都有备而来哟。我就立刻跟工作人使眼色，就是特调然后就是狂说爽哥，因为他就会聊天嘛，然后他就说到底是喝了多少。我想说什么酒气重吗？然后我跟他坐在那个旅馆的房间，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是他用有充满欲望的眼神看我，然后他就亲了我一下。我觉得那一幕我很喜欢，有触动人心，我心死很久了。真的假的吗？就是那部戏让我心活起来，然后他就会时不时传来说 baby 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我就跟他说 baby 你可不可以这几天先不要一直那个吵我，因为我会不小心又回到那个老婆的身份，就又很难再回到维系的感觉。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不会引导他去看这个，我们这一集我会跟我婆婆一起看，但绝对不会跟我老公和我公公一起看。因为我婆婆是很开放的啊，然后她如果看到我亲密戏，她应该不会去。我姐，我那天去她家吃饭，她只讲了一句话，因为他们都没有看，还没看嘛，她只说徐熙娣，如果你这一次得了金钟最佳女主角，就去死。三立娱乐新闻，一期新闻可以直接看，不一定要重复。好的，报道。